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串串李川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特辑，就是我们前阵子新闻说有很多的山上都下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很多小伙伴都说想看雪，但是外面太冷。我特别贴心的上网去查了资料，听说用我们的盐加糖加牛奶加水就可以做成雪，在零下四度的环境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尝试一下。对，今天特别高成本买了超级多的这个盐跟糖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做完这个人造雪之后，我们会拍一个变装视频给大家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下雪配合变装的魔力。首先我们先来捡盐。对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平时就家里用的那个盐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有说要多少功课，所以我们就是凭你的感觉，看你想做多少雪。再来我们用糖，看看我们网络上说的是不是真的，直接帮你们实验起来。我们很有实验的精神，留言终结者。因为我们咸鱼说他以前是读化工的，化理的，他说没有啦， nope， 理化。我说以前读那个物理化学有读到这一块，物理化学是高中嘛，氢磷钠钾卢瑟法，在对对对对对，什么雷贝法。好 ，OK， 他不知道。对，我就是以前我们读书哈，真的都要背这个元素周期表。然后他说加一点牛奶就好。哎，你这个是豆奶。他豆奶，这样会变黄的雪。它上面写是牛奶，那黄的牛奶。好，那大家就先看黄的雪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水倒进去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这个冰箱。这个只能怪小编他买到豆奶，那没办法。但是大家黄的雪就感受一下。我们直接把它急速冷冻一下。看是否它真的会变成，它现在在零下四度的环境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厨房有点乱，那我就来接触它最低温。你要一直这样拿着，那我们先关起来吧，我们等待十分钟之后看是什么结果。没有牛奶吗？好了，已经卡了卡了。这是我们三十分钟后的结果，它没有变成雪，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但是它非常来喝，所以我们决定给咸鱼喝。看一下，哎，你喝看就知道这个感受是什么。啊，那是他买的牛奶，他的牛奶没有买好，来试试看。先干为敬。好，停停停停，哇，你手在发抖，感觉怎么样？形容一下这个口感。蛮咸的。我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你不是有加糖吗？超难喝的哎！为什么都是盐巴的味道？对啊，因为糖呢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们放错顺序了。是，应该是盐、糖、奶、水、冰，所以我们重新来一遍，好，再一次。由于我们刚刚失败了，我发现好像是顺序错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一遍。它的顺序是这样子的：糖、盐、奶、水、冰，它就会变成雪。所以我们现在再来一次，我们先放糖啊，糖、盐，大家顺序不要错了哈，这个顺序都很重要的。奶，好，再来是水，再来是水，放下去，好，接下来冰块，冲了哦，这一次真的跟大家拼了。有它在哒哒哒的声音了，有了，它就会变成雪，那就看内度了，化学反应。会不会加太多冰块？我要让它冰啊，可是那这样子雪跑出来，那冰块会跑进来，雪它就直接冲起来了。我们静置大概一分钟左右，这一分钟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的那个教学影片。我们 key 上来，盐、糖，我们将盐呢放在糖里，加入牛奶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加入水，当温度达到零下五度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雪。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，应该有个人对我来 say king。所以你看，
他这样子，这次他这么做成啊，我们怎么这样子？我们实验精神呢？怎么还没出来血呢？血在哪里？血呢？盐糖奶水、糖盐奶水瓶我们都放了，对啊，都照做了。奶水奶加的不够吗？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这一定是已经这样的温度，应该已经零下四度了。对啊，应该蛮冰的，超冰的啊。是不是我们盐糖不够？来，盐糖再来一点。好，我不信。呀，好，我们这个实验呢，最终呢表示失败。各位观众，我特别为大家找到我们的这个实验老师阿俊老师。他说这个实验是假的，假的，打假，打假，里面根本就不是盐巴，不是盐巴。你回家就把那个里面尿布有没有，把它切开，尿布切开，里面就会有个白白的粉，白白的盐巴倒进去，那叫吸水粉，吸水粉，吸了水之后它就会膨胀，跟那画面像雪一样，像雪一样。所以，什么？没有这个原理。所以我们也帮大家去做了这个实验啊，这个影片的这个盐糖奶水冰啊，零下四度啊，好像真的没办法变成雪。那大家真的还是必须真的想看雪的话，就去上山看雪，或者是去啊小巨蛋溜冰，那边都有雪场。那在家里不要尝试随便尝试这样子的一个行为，会很危险哦。那也祝福大家，希望你们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冬天。什么东西啊？